它的直线加速非常的慢，但是整体的感觉还是比较稳。我很惊讶，就是说它的操控性变得更精准，但是呢，整体的舒适性还是不错。虽然它的四轮驱动系统在转弯里面会有一些转向不足的现象，但基本上你只要操驾的激烈一点，比如说你转向多一点，或者说稍微踩刹车，那车尾会变得有点灵活。